疾病，请问选择第一题的冰淇淋究竟有几种挖法呢？来宾大家好，最后一次。那今天呢是我们97周年的学姐的手没有洗。各位学妹们，学业进步，来跟我们同学呢努力一下。高中的时候，其实成绩不是全校最好，也不是全班最好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我问我的导师，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考得上台大法律吗？”于是我就非常的宣誓代表请出列。我们输不起，这个他说的，我输不起，他输不起，就是我，我输不起，就是我。你要跟我讲话吗？还有谁输不起？你输不起吗？请问？当然，我是谁？我是。这个等一下要做，打到我们。哎，你的电池再闪一格。摄影师跑上五楼，你们一下就下去，你没有注意到从你跑下。我平常不上学的理由就是因为要爬四楼，哎，结果现在又爬了5层楼，为了帮我们拿电池，热烈感谢，电这个红点，运动。请问，选择第一题的冰淇淋究竟有几种挖法呢？
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